在路上。回头别打。部长，请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被一个人打？我本来想要赏他两巴掌，为什么？想了好几个月，为什么？他都没有来，所以难得他今天来，我一定要做这个动作。我只赏他一巴掌，已经太便宜了。那是为什么？因为他推动废除中正纪念堂，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一点都不感恩。这种人，我这样子打他，算是刚好而已。新文化部郑义军部长出席的关怀艺人基金会的一个春节三个期间，我正会说，因为郑部长及执政党去讲话的政治主张，一时呢情绪的激动失控，会中呢愿意再次向郑部长您表达歉意。今天的行为当然是不对的，唯有对郑部长及执政党的去讲话，本人至今仍深感了愤怒与不满。去讲话就是否定历史，要去讲话是不是要去日化？去讲是不对的，因此我愿意为我今天的行为道歉，但是我不愿意为去讲话一事道歉。郑慧中参加集会，旁边的人穿着造势的背心，上头的字拼起来就像是中华民国统一促进党。网友说郑慧中就是蒋中正最想枪毙掉的那种人，统一后中正纪念堂要变习大大纪念堂了呀，一样要去讲。还有人说自己都舔共了，竟然还捧蒋。我在我印象中，我有邀请他去打，没有打，他打他是好事，这个我跟你讲，我们是觉得这是好事啊。统促党极力撇清，推给国民党，国民党马上有人跳出来力挺。副主席郝龙斌在脸书上力挺郑慧中，说这个耳光是官逼民反，也被骂翻，一个巴掌让郑慧中被起底，不管是统促党还是国民党，政治光谱只怕会被放大检视。所以我想请教是梁教授，这一巴掌是真的打醒了很多人吗？政府应该有什么样态度？小英总统该有什么态度？包括苏贞昌院长呢？其实我本身是研究正义的，所以其实正义是很多个层级。第一个，我觉得我是建议郑丽君部长，他应该考虑要提告，因为这个是伤害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一个诉求。那我觉得不是说啊，我个人原谅他不原谅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做法上已经触犯了法律。那如果你每天都是讲正义，然后你就这样就随便一个人打人都没有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慎重考虑要提高。提高不是要报复，你是要让他为他自己行为负责。那我不同意你，我就可以打你吗？这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郑重希望郑义俊部长应该要考虑用提高的方式，或索取一些赔偿的方式，以示公正，这才是一个正义的一个展示。另外，华视应该做出一个处理，就是华视你不能说啊，他是个人的行为，毕竟他如果是他们邀请来的或怎么样，或者他其他的合约艺人啊，他也许可以做一些适当的处理，因为这个不能随便一句两句话就可以带过。那我觉得台湾的转型正义，现在中华民国转型正义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比较复杂的是，我们跟德国不太一样，德国是一个完整，后来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是一个正常国际承认的国家。台湾是蒋介石当年是因为他打不过中共，结果来霸占了台湾。当时蒋中正很明显，他跟他的手下曾经提过说，你不能乱来，因为这个是盟军交给我们托管的地方，未来的前途还不知道。所以这个直接到后来旧金山合约那个都没有定案呢、啊。所以其实很多支持台独的朋友，他们的意思就是，这根本就是一个所谓外来政权嘛。所以这个态度是其中一个看法。当然对于其他人来说啊，没有，我们是中国的地方，从清朝从五千年以前就是。所以那个政论刚刚宝华兄也提过了，我们自己那个国家认同没有办法处理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转型正义只能也做到一半，因为你没有办法处理。像我有个朋友简单讲，他蒋中正不是杀人呢，现在很多的行宫，像高雄这个中山大学的那个行宫，
他是我那个朋友家的，他当时就是抢过来的，一道命令直接就把你赶走，是当天晚上都把你赶走了。他的奶奶到临终前都非常非常不高兴，非常非常含着恨来离开这个世界。台湾有多少人，我也是来到台湾，我来了差快20年，我是来到台湾才慢慢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我就觉得怎么可以有那么离谱，真的是没那么离谱的历史，那么离谱的一些做法，好，用很多 的名目，好，你是共匪什么的，好，逻辑很多的罪名，所有反对人很简单嘛，转型正义一个最大的证明就是你现在今天你可以用一巴掌打文化部长，你试试看40年前你打蒋中正那个市会试试看，不用讲部长了，你立刻隔天就不见了，这就是转型正义嘛。这一种人本来如果他在40年前，他今天现在已经不见了，这就是我们没有做转型正义嘛。所以什么铜像，你看列宁的铜像，哪有一个国家还歌颂那个独裁者的哈？史大林啊，这个希特勒不用讲了哈。所以台湾，我觉得台湾民众哈，就是很多时候都一厢情愿，而且都很上怨，就啊，世事凌人啊，没关系啊。